我是高管列车长的109年三月二十号，我看一下109年三月，你让我想一下，三月二十一号才对，三月二十一号，台北捷运站的新线士林站刚刚才士林，8:16，很快就是。还有大安的高运量系统，刚的是捷运车 C381型，车号2520。我顺便干嘛在里面都丢你垃圾筐里面。啊，好险，超感动，有搭到这一班，我现在赶回去台北北车，就那样。我顺便干嘛在里面都丢你垃圾筐里面。交汇捷运列车，好了，下面干嘛咱们都掉我们的机关门的那种，拜拜，剑潭站到了。